把你吵醒了？没有，我在等你呢。丁丽娟下个月初要结婚了。丁丽娟？哪个丁丽娟？就是我最好的朋友啊，跟你说了多少次都不记得。有点印象。他才恋爱三个月就要结婚了。他着什么急啊？怕自己嫁不出去啊？你正经点。我妈今天来电话了。他们二老都还好吧？他们都挺好的。他们过一阵子可能要来看我。那需要我回避一下吗？为什么要回避啊？你是我男朋友。这不是你说的吗？你说你爸你妈都是那种传统的老派的人，怕看见我们现在这种情况，他们接受不了。我不担心这个，我就是想知道你的想法。我没什么想法。你从来没有想过跟我结婚吗？小秋，你怎么又来了？这个结婚对你来说就这么重要吗？结婚不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是你没有信心一辈子和我在一起。我当然有信心了，可是结婚就算了吧。为什么呀？一辈子在一起和结婚有什么区别啊？我觉得有区别。你想想，结婚了之后，你就要想着每天怎么去维系这段婚姻，每天柴米油盐锅碗瓢盆的，本来挺自然的事情反而变得刻意了。这是你的偏激想法。我们在一起这么久了，我什么时候逼过你？我什么时候给过你压力？你让我不问你工作上的事情，我就不问；你让我不提你家里的事情，我就不提。可是世界上本来就没有十全十美的事，我们各自退一步不行？难道和我结婚真的就这么痛苦？不是，小秋，你误会了，我不是不想和你结婚，我是压根就没有结婚的打算。看你，你怎么又哭了？我就是看不了女孩哭。我跟你说，那时候我妈就这样，最后弄得我爸连家都不回了。好，一二三，换个动作，你们俩靠紧一点，脸靠紧一点，看这边，这边，二三，再来一张，不要动啊，一二三，好，等一下，不错，你们俩可真是天生一对儿，男的帅，女的靓，你们俩要是不结婚，我得扼腕叹息了。谢谢啦，耽误你们时间了。不客气。不客气。声声说爱我，却不想和我结婚。要是我爸妈知道了，还不知道有什么反应呢。小秋，你就是太柔弱了，没有主见。不过这也难怪，像你那种家庭出来的女孩，十个有八个都是这样。我就受不了他那副满不在乎的样子。无论我再累，他还是双手一甩，在旁边站着看，好像我生下来就是他的一个陪衬一样。说实在的，我也挺看不惯你德行。我哪副德行？你说你上班的时候系个围裙，是个化妆师。你不要诋毁我的工作行吗？我没说你工作不好，可是你下班了呢，还系个围裙，弄得跟个厨师似的，受不了。你和曾念不像我和陈浩峰，我们两个毕竟在一块工作，能够互相了解。我也想了解曾念，可是他什么都不肯跟我说。他不让你了解他，你可以让他了解你啊。当他对你的工作啊、朋友啊有了一定的理性认识之后，他肯定会改变的。我为什么不想结婚？那是因为我害怕改变。能有多大改变啊？至于？至于吗？就算我变成你那样，我也受不了。我又怎么了？
你怎么了？你看看你都变成什么样了？让你们家纪元压迫吗？你们家简直就是一母系社会。行了，不跟你说了。哎，电视台应聘的事儿怎么着了？没戏。怎么说的？还不是就那些，什么工作经验不足、缺乏实践经验什么的。当然，了解也需要适度。我陈晓峰就是因为太了解了，他现在说我心理有问题，有什么强迫症，还让我去看心理医生。那最起码你可以确定，他很在乎你，很在乎你们之间的感情。在乎也需要适度，过度的在乎就会很敏感。这些事儿吧，你应该多跟小秋说说。我觉得她是很善解人意的那种女孩。是，她就是太善解人意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才不能跟她说。要是跟她说实话的话，她马上就能体会到我那种与理想背道而驰的失落感。到时候接踵而来的，就是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泛滥的同情，我受不了。那你干嘛非拒绝她的关心啊？欣然接受就好了。跟你说实话吧，我是怕我离不开她。我又何尝不是呢？敏感就像一粒火种，存在于我们的感情之中。你不知道什么时候点燃一根导火索，嘣，就把我们炸得乱七八糟。你说话也真够夸张的。那你要真怕被炸着，就早点结婚啊。你以为结了婚就等于戴上盔甲了？错。怎么都是错呀？那我们岂不是无所适从了？唉，感情就是一个值得我们学习一辈子的功课。那这门功课你做的也太不认真了吧。能不能不笑？能不能不笑？我都没法工作了。哪儿那么多事儿啊！我都把脸贡献出来给你搞创作了，你还挑三拣四的。说话负点责任行吗？一会儿我是不是还得给你做人体模特？我就见不得你这种小肚鸡肠的样子，什么事儿都得追求点平衡。男人就该有点男人的风度。你看，你看，说你两句又拿桥。赶紧的吧，别耽误时间。